是旅游特派员 Rico， 我们现在在欧洲的阿弗隆河流游轮上面，然后我们现在停靠的港口旁边，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河岸的风景。然后如果不想下岸的人，我们也可以在甲板上面，你看到后面有很多的椅子，好，这边后面有很多的椅子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喝咖啡，喝一些调酒，然后欣赏河岸的风光，非常的诗情画意。这边就是我们的交际厅，晚上吃完晚餐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来后面这边，然后喝一些咖啡，然后拿一些点心，然后呢可以在这边一起聊天，后面这些都是点心，然后还有咖啡，然后可以自己取用，它是24小时的，然后呢睡不着的人可以来这边打 poker 牌，看一下书，非常的舒服。基本房型它跟普通的海洋游轮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基本房型都会有一个对外的窗户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再来就是第二种的，就是阳台房，叫做 French balcony。 这种 French balcony 呢，它的房间有一大片的落地窗户是可以打开的，但是它不能走出去外面。为什么船公司要做这种不能出去外面的French balcony 阳台房呢？因为它如果把这个阳台的部分把它拿掉的话，坐在房间里面的话，房间会比外房间的面积会比普通的房间还要再更大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河流游轮的房间 French balcony 是比普通的河流游轮再更大的。再来就是套房的部分，套房的话大概是700多个 square feet， 非常的大，也非常的豪华。那早餐、午餐跟晚餐，那除了这三餐之外呢，中间在下午的部分也有下午茶可以享用。那晚餐时间过后，在10点钟也有这个宵夜可以用。那早餐跟晚餐的部分呢，他们是属于 buffet style， 所以呢，大家就是 open dining， 那大家可以自己就是取用想要的餐点。那晚餐的部分呢，就是在 formal dining 的一起大家一起享用餐，它是属于 formal dining， 就比较正式一点。那入场的时候就不能穿短裤或是拖鞋，可能是要稍微穿的正式一点点。那晚餐的部分它是 set menu， 所以呢它会有 starter 汤，还有一个main course 和 dessert 选择。那午餐跟晚餐的部分呢，非常好的是都包含了无限畅饮的红酒跟白酒。那这些红酒跟白酒呢，都是有不同的品牌，还有不同的年份，所以他们是属于非常高级的。而且这些酒类的部分也都是包含在船费之内，所以都不需要再另外付费。那还有的就是船上的话，其中有一天他会特地请就是欧洲的这个师傅，餐点师傅上船来为大家就是制作可丽饼，还有一些欧洲的法式糕点，然后请大家一起享用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法国河流游轮呢，会带大家去到巴黎，还有往北开到诺曼底。那往北开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经过很多的法国的小城市，譬如说我们会去到卢岸，还有去到这个 Caudebec， 这些地方呢都是譬如说是梵谷住过的地方，他在这个地方画了很多的名画。然后我们还会去探访圣女贞德以前住过的城市，还有就是莫内，他在其中一个地方在这边安居，然后画了无数的画作，这个地方非常有名，叫做莫内花园。这里就是莫内花园，莫内住在这边度过他的余生，画了无数的画作，然后这边就是他的花园，很漂亮。